我看你的病哦，不是有精神耗弱，还是什么药的副作用？你是看到鬼？你妈未讲哦？你是安怎这么爱小轩的？是因为你害死小轩？我只要看到害死小轩的人是毒妇的，我就会后悔。金龙出动，去抓那个歹人哦！我马上过去。你若是在我家，我看下，我嘛有代志。还替你办代志哦？这有够真亏的，我就是走投无路，我才来这啊！你啥话听？阿伯，你暗顿想要吃啥？金龙出动，去抓那个歹人哦！我马上过去。你若是在我家，我看下，我嘛有代志。还替你办代志哦？这有够真亏的，我就是走投无路，我才来这啊！你啥话听？阿伯。你暗顿想要吃啥？洪万兴哦，伊要甲伊查某囝送出来选举，咱厝的哦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你有感觉天温有咧改啊？咱就找一个店户甲刺激一下，我来挂保证，天温写出来算未出来算哦。叶芳绝对是关键人物。我上害心心的代志，会互人发现啊！讲起我迄个人身躯里的香水味，甲明月学姐是同款的。你也真正是。人家你也不知叶少强，阿公爷啊，遐发生关的人是袂放你爽的。星星，你别鼻看麦，看我敢是这个味无？对，就是这个味，一模一样。我看你的病哦，不是有精神耗弱，还是什么药的副作用？你是看到鬼？你妈未讲哦？你是安怎这么爱小轩的？是因为你害死小轩？我只要看到害死小轩的人是毒妇的，我就会后悔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